今次我哋介绍一下游戏治疗。游戏是小朋友的本能，不是只是娱乐。小朋友是需要游戏，小朋友都很喜欢游戏的。游戏可以融入在学习和生活里面。有很多的研究都发现游戏在小朋友成长里面的贡献。所以儿童的游戏是充满意义和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小朋友需要游戏治疗呢？其实游戏治疗就好像大人的辅导一样，不过小朋友的表达能力有限，他们就运用游戏去跟他们沟通。治疗师就在游戏当中去观察，还有呢跟他们去作出治疗。游戏治疗的好处就是帮助小朋友预防和解决心理困难，达至他们健康成长，目的都可以提升小朋友的抗逆力，从而令到他们的压力减低。游戏治疗的对象包括2至12岁的小朋友，他出现以下情况，例如情绪困扰，他成日都很紧张或者成日都忧伤，在学业、社交出现了问题，或者家和环境经历一些变迁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欢迎和本中心联络。